星辰，星辰，你是不是成功了？嗯，星辰，下一步打算怎么做？我想拯救神树，拯救族人。你考虑清楚，拯救神树会耗尽你刚才所有的灵力，更严重的，你可能会有生命之危。只要能救大家，我在所不惜。星辰，我不答应，我不能让你去送死啊！我还是有机会活下来的，别担心。哪怕是有1%的危险，我都不会让你去的。明昌，眼前我们应该以大局为重。我好不容易练成灵生术，也是为了救大家。这也是我父亲临终前的遗愿。穆星辰，我不想让你去做什么大英雄，我只想让你好好活着，只要活着就好。甜甜，把我带他走吧。星辰，走吧，云城。星辰，穆星辰，走吧，云城。别碰我！走吧，云城，走吧。穆星辰，我不走。走，穆星辰，穆星辰。